个过几天就是跨年暝，跨过着主持台南嘛，就迈入着四百档的重要礼程，市府配合着这个重要日子，今年首度结合宗教团体，要伫跨年暝来举办着考证祈福活动，目前已经有超过着四百个团体来参与了。钟，钟声在响，市政昌隆。今天我特表示讲，世界各地伫跨年暝有各自的传统活动，二百标串联来卡金祈福，起码将变成台南的传统。那尤其2024年是台南四百，所以这一次我们有特别有400所以上的这个公庙、教会、各个宗教的这个一起共同来发起，来在2023年晚上11:15，也就是民间传统的子时的时候。来一起来鸣钟敲钟祈福，来为国家、为城市、为个人、为家庭，一起来致上最深的、深深的祈福。伫这回卡金祈福活动，主要是起源伫2019年民间来结合着市区3-4间的宗庙自发性来举办，后来渐渐来受到回响，今年参加的情形更加是热烈。这个部分哈，坦白讲，每个城市或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形成各自的跨年的传统，所以在台南就有宫庙自主性的发起跨年敲钟祈福的这个活动。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这些宗教界的人士，包括宫庙、包括教堂、包括教会，还有包括佛寺都来响应。市府表示讲，这回卡金祈福、庙宇教堂等等不同款宗教团体人来响应，就连日本几啊间神社嘛来跨海来连线做着参与。跨年暝当天，相关庙宇嘛就会发送着限量的祈福卡。南天新闻台以下，台南采访报道。